朋友们好，我现在在去看这个《排球少年》剧场版的路上。有点厉害的是啊，我们今天要去的是这个《排球少年》手游国服的应援专场观影会。没错，《排球少年》手游国服就要出了，到达了举办专题观影会的和声会了。电影院在五层，天啊，现场已经有好多小白球粉丝到场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观影会的环境啊，感觉电影院被小白球元素占领了。啊，谢谢。哇，居然是 coser 来给我电影票。哇，现场居然还送免费的爆米花。给大家看一下现场送的官方特点啊，电影海报，一张音居的明信片，一张研磨黑尾的明信片，一张电影的票根，以及我们的这个应援棒啊。快到时间了，我们进场。电影开始前，屏幕上面是排队少年手游的预约信息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絶対必死にさせて。真的。悔しかったとか。走了走了，去参加场外活动。朋友们，我在这边居然发现了这个《排球少年》手游国服的抢先试玩，我要来试一下。这个《排球少年》新的征程是官方正版授权手游，海外版的游戏玩家已经达到几百万了。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抽卡啊，所有我们的人气角色基本都有可能抽到。今天我在这边选一个西谷西，哎，出了，朋友们。要来了吗？要来了吗？啊！我们的尖圆啊 ，SR 哦，出了出了出了！哇，居然是大地啊！我很喜欢大地的，但是不是西谷西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看来我们没有抽到本命的手啊！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抽卡和角色养成呢，培养属于你自己的梦之队啊！像我的梦之队就想把什么黑尾啊、西谷西放在同一个队里，给大家演示去对战好了。它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排球规则的，而且是我们的这个原作 CV 配音。哇，太爽了，全是我们的动画名台词啊，代入感十足。而且大家如果现在提前预约的话呢，还能够拿到我们日向和影山的 SR 自选卡。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超过2000的话呢，整条这个排球少年手游正式上线，我们来做一期抽卡视频。在那边还有一个 AI 互动全息枪，这边好多人在排队，我们也排一下。在这边大家可以选择日向、影山、黑尾和研磨四个人物其中之一，跟他拍一张专属的海报。在北京的 City Boy 真的太幸福了。あと City Boy とかやめろ、恥ずかしい。看一下海报吧。哇，他把我拍的好瘦啊。接下来就是我今天最喜欢的环节，我们要来抽奖了。你把今天的内容分享到网上的话，就会拥有抽奖机会。还有我们的明信片，还有徽章，以及那个全套漫画。看看会是什么？我的运气应该就是明信片了。明信片，影山和我们日向的明信片。好，在这边呢，我也准备了一些《排球少年》的正版徽章，准备送给现场的 coser 和小白球粉丝们。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想送您一个排球徽章。小白球里边，你最喜欢谁啊？山口。哦，山口。哇，木兔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排球少年最喜欢哪个角色？四嘎。所以你今天办了他，我来让你随便抽一个吧。哦，哇塞！你有喜欢圣城吗？有点高频，但是我很喜欢那个感觉。这边我们难得遇到了另一个男粉啊，小白球里边你最喜欢谁？日向。啊，喜欢日向。哇，赤尾。那我今天这个发型更适合抽个田中。哦，那倒也是。我们在这边遇到了西谷西的 coser， 你抽一个吧，随机的徽章。我想拆到黑尾。哎，好像二分之一的，哇哇，抽黑尾的好吧。这边又遇到一个小哥哥啊，最喜欢谁啊？我比较喜欢日向。行，还没有抽走，就是研磨应该。哇，也不错，可以换日向，这也很喜欢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今天这期视频就是这样。喜欢小白球朋友们呢，记得来预约一下这款《排球少年》新的征程正版手游国服。也祝大家在游戏开服的时候呢，能够一发入魂，挑自己喜欢的角色。那就是这样，大家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